啊，好啊，好，我平时哇，哎，快拿我的卡，我的卡在哪里？包包里面，包包，包包。好。I have a right to bike.道路来的 P 卡，帮我按右边。帮我按右边。小板样吗？帮我按右边。别按，别按，等一下，你刚刚呼喊没帮我按。大陆的，深讯来的。帮我买，这些应该就可以上了。酷哦！我没有，我身上没有。看平板能不能刷？嗯。打开。你有手电筒吗？看不懂音。哎，按着呢。酷。特别一手。我要刷出来。可以有了，有了，大陆的，两只库拉多，五星，五星库拉，放右边，库拉多五星，喂，你等一下，两只库拉多。一二三，好，这么轻松，这么轻松，居然就可以按到三十五了。好，要放吗？好，行，好，按右边。好，又按。一二三。好，我有一个按三十五，解决了，才两级。我跳好了，我推到了。一星的，哎，对，按下去出来。哦，哦，我知道，就是它的换。嗯，这样就是不要让阻止四星跑出来跟我们打这样。哦。对，就是一个绝招，就选这个。对对对。这是一个变身。
我把椅子收到这里，收到我的位置，我的椅子收到我的位置。他的椅子。嗯，对，嗯。哎，失败。成功了，有没有交换机会？好、啊，掉下去。好、啊，交换。哎呀，失败了。可以了。他有看到我。你的头，你的头。你有看到我吗？下去。下去。好，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。哎，蓝光没有，蓝光就是没有。不要按了，不要按了。来，站走了，他们来了。五星加四星。加火器好了。不用的。他怎么没反应？到了。好。哦，按右边。等一下，你不要碰我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哎，他跳号，来按右边。好。要喊。好。来，来，这是。闪避啊！闪避还是防御？
一二三四五，好，他跳号，欢迎浪，挂掉了，挂掉了。啊，挂掉，挂掉了。复活，复活，复活啊！我按。二三一二三一二三，好，按右边。啊！要害，蹦！啊，没有，好，再次。好。啊，雪明，等一下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按右边。好，看。OK。闪避啊，闪避还是防御？一二三四五，好。他跳，那不行了。看，好，打打，好，砰，打中了，救急球机会，没办法，这就是救急球机会，你学一下。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隔壁，开始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哇，好大！变速叫变速，变速包叫变速包。啊！怎么？来，四月十号。太好了。对啊。大师兄，好，完蛋了，又是喝的。我不要喝的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被飞到。救急一手出现了。欢迎光临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600，耶，600，老板发薪水了。我肚子好饿哦，嗨，哎呀，那没关系啊，就从现在开始。哇，望远镜，命中，啊没有，可惜啊，活一步，打发按快点。为什么有的时候又会出现一次呢？啊？为什么？就像我这个就又出现了一次啊。刚才随机的，随机的，我这是随机的。回灯的时候还是电受热。哇，出现了！出现了啊、哦！哎，出现电线杆。好一步。你家就是电线杆。
当然。每次开车时候做到这些。哎。对对对，赵后金，赵后金快掉了。你们两个，按快点，按快点，轻一点，小声一点，你就会跳快。哎，三楼，乱七八糟。哎呀，该死哦。没关系，一人只有天下。哇，这么厉害，一半呢？必须是刚好，必须是。反击，反击，转转转转，对，转。好，成功。按轻一点，按轻一点。玩得很快。结束，哎呀，差一点，以后机会来喽。行。哇！快点！哎，你不要碰他的东西。加油加油，我就来喽，现在把球丢出去，赌后时间，我上场了，救急球打开喽，有机会，你的机会非常大。哎呀，讨厌！就是救急球没赚到球。你妈妈会不会说救不赢哎？会不会？我妈妈就是救不赢。对啊。那个救不赢哎，会吗？有没有听过这句？鬼刚嘞！用两只烧麦，挖路。抓住两只枪哦，这是我的时间。两龟缸兄弟。独家岩石，你有看到虚无的？你看右边有个两个图，对不对？岩石加毒系，岩石加毒，对，这是毒系啊？不是，这是水加毒啊，那个是岩加毒。你看虚无的右边不是有两个图案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个橘色的就是岩石嘛，右边紫色的就是毒嘛。右边紫色的。来，这个是岩石，这个是毒，这个是水，这是毒。哦。这样你会看的吗？它又是岩石又是毒，嗯，它是岩石，它是双属性。哦，它这个是水加毒，水箭龟是不是？我拿给你，等一下、哦。来，水箭龟，拿得到吗？好、嗯。提升，加油！上三点，一直杀到一只水鸟。对啊，这样我就剩最后的火鸟了，你知道吗？
只要是抓到玄武的话，你就只剩下最后的活了。我就只剩下那个变速木、变速木跟火鸟了。但我第五弹就打完了。跟火鸟。龟缸兄弟。哦，不错哦。看你那么高。爸爸，你位置坐好。这个对象，这个太白了。嗯。但发觉越强到了。哇，素油打得好。糟了，怎样？你刚才是谁在叫的？他开那个声音。啊，是他那时候开的声音。不是正常，怎么会有龟缸？龟缸兄弟啊。对啊。力量导师。糟了，糟了，痛啊！我的心脏快从嘴巴跳出来了！哎，你为什么按那么慢呢？很紧张的。因为他已经毕业了，所以他打得比较轻松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他不会说那个。他已经毕业了。把他抓到，我要把他抓到。嗯。哎，帮我打了。好，帮我打了。你都有了。嗯。就是集中精神吧，集中精神。哎，差一点点。对他毕业了，所以他很放松。嗯。哇，糟糕，完蛋了！秋一的太难打了。好吃，还有梦幻。你有带梦幻吗？哇，达到了，达到了。有有有。哦，天哪，我好紧张哦！哇，帅！哇，就几点？棒！这地球哈，嗯，好紧张啊，好紧张啊，好紧张啊！哎呀！为什么就原来会跑呢？高级球的五倍啊，五十五十五五开。这个大师球吧。啊，精灵球之路啊，又是喝的，糟糕。我们的梦幻。哦、有了！哇，难过。梦幻，就鸡兽出现了。变速木，皮卡丘，嗯，开始好像要全部拼出来了，嗯，对啊，那就极易兽，水箭龟，水箭龟啊，哎呦，差点放错，啊，水箭龟，我没有带水箭龟，放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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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超不觉之心。昨晚你在搞笑、啊。一二三，一二三 ，yes。超级超梦 X。好帅哦！小狗姐姐。好，肯定。格斗就不会了。真的吗？格斗，格斗没课了，对。X 是格斗啊 ，Y 是什么？脚超 ，Y 超 ，Y 超 ，Y 超是什么？超能，超能，纯的吗？不眠状态。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哎，他不眠状态就是脚超。好、哦。哎、欸，他轮盘会刹车哎、欸，我都故意慢一点点的，他还是会停下来。嗯、好，加油！嗯、好，你随便按，随便 按一下，不错，好。精神急迫。球给你推，我可以给你推。好帅哦！真可惜，就是球队输过。嗯。交换，交换。健身站的，没有，他的。就集合，打开了。电信开。得去吧。去一德。哦，就体育上只能叫一次。嗯。是哦，不能叫两只哦。只能叫别人。为何吗？为何？为什么？按住！快逃！让我来按吧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。刚刚爸爸睡了一觉，哼哼，我让你睡了一觉，你睡了一个好觉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哎、欸，来我来按哦，哈、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啊，他跳号，可恶！哇，怎么那么帅啊！哇！好，你看，哦，是叉叉，小心，扎了，你看，这个吗？不是，他已经超进化过了。好，那这个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梦幻。
漫画就勉强。啊，是啊、哦。下一个再讲。好。库库拉多。对对对，阿波。哦。你方的攻击。1、2、3。真有。我操，这闪避率。闪避率提升。糟了！有，起重要害了。快点啊，耶稣！啊，阿门！啊！哇，是打丝球！才能要是超可惜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哎呦！哎呦！差我一点点。怎么？到时候我抽到 S 的召唤也可以。你要第二只梦幻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第二只梦幻就给你玩了。抽梦。走吧，走吧，快点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他的弟弟还要讲。不玩了，他不玩了。他被妈妈抓回去了。爸爸，快点，精灵球之力。哎呀，又是胶囊，哦，好爽！哎，这电池呢？哎，不要拿，不要拿！我今天，老爷吗？都不要啊！按，啊，都不要啊！嗯。那就不要那个了，我就要按你吧。电视木用什么？库拉多啊，可以啊，对啊。可以有三宝鱼。三宝鱼。资源券用什么？水箭龟是不是？双斧。双斧。双斧120。啊。帮我扫。龙怎么说？可恶！锁链龙怎么说？要照他哦！照他！哦，要照他了。我说了，真真是气气死我了。嗯。啊，讨厌！那为什么他要用手电筒呢？以前怎么都没有？要加强感应啊！哈、哦。先把金龙杀了。啊，掉路杀是不是？好。来，给你。哦、真是讨厌！老爷有用。昨天我不是随便用吗？啊，爸爸，你振奋一点好不好？我的天哪，你不帮我，我这个要拖三个月。哎呀，不是不帮你了，我手电筒我从来没听过、啊。嗯，我不知道啊。我已经说要准备手电筒，你却按下去。你真的不知道，我从来没碰过手电筒的这一招、啊。我们常常在用，你却没有。来，赶快换。你叫他手离开按钮，好按。哦，拜托，金石点呢？拜托，帮帮忙！小弟又出来了吗？先把全部啊，心脏快要从嘴巴吐出来，不能把责任全部。责任全部归罪于我。金石点，最后的话一定会那个。好帅哦！哇、哦！嗯。糟了！法爷撑住！我撑住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
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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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自杀自杀，按叉叉。好帅。没有，不是。好，换库拉多上场。等他追上来。加五秒。等他追上来。哎、欸，好，有追上来了。上去了吗？好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好。两秒，一秒，零秒，压秒，帅帅帅，0.016秒。惊死人，夭寿。哦，好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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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、哦，真的是好紧张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老爸，你竟然给我派出那个罗孔，你不能把这个，你怎么会？我只有这一次失误，你就没底线敢撞了。你已经失误多少次了？竟然直接给我按下去！哎哎哎！哎，救急球，救急球！哦，还好补救回来，补救回来。你不会完全怪我、啊？哎呀，真是跳！哎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啊！来，试试看。哦、有机会，这是机会非常大，一下，两下，哎，哎呀，这不好笑哎、欸，这也没交换、欸，啊，好啊，好，我平手，哇。哎、欸，快拿我的卡！我的卡在哪里？包包里面，包包，包包。好，3、2、1。来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来你开。就听说出现了。到时候他们两个死掉之后，就是对时刻，就是把日月神丢出来，看奈克洛斯吧，就是为他们复仇时刻吧。是哈，我想也是，没有错。先这样。天神之祸。好，先不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呐、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快点呐、啊！你看。就花你几十分钟。为什么不按呢？那为什么不按？这是反击机会嘛。漂亮。哇，帅啊，帅啊！前辈出来，哎、欸，前辈，这是捕获宝可梦的好机会呢。哇，救急球只能随便一个。救急球，但是水壶不是救急球啊。哎、欸，负责给我逃。哎，两只救急手给我偷跑。开始偷作弊了。对，包包，那个资源店。
按右边的。立刻补货，啊，立刻补货，嗯，聊到立刻补货去的话，椅子拿出来，椅子拿起来，我的那个板凳。我的椅子在包包里面。接头了啊，好喝，补三个哈。向右边转，右边，对，这个哈，好，好，差不多掉出来，叫，继续连续跑就不要转，一直连续跑，先开始投了，要跑，他们吃，先开始投了吗？好，蓝光，对啊，好，丢三个，一丢，水母。就光哈，对，不要丢那么多，没有差啊，没有差，好，那就丢啊，都丢，不要丢超过，快投，不是，我现在这么这个时间在快投，因为这东西啊，我是不会变，我是欠，虽然我这两次都没有，可是我要慢慢投，他们可能想说要投投看运气，我要收集金剑，对，要收集。运气好就会爆，只差火焰鸟跟虚无翼德还有电树木，我们就毕业了，那你们有多哪一只？没有，完全没多。丰富的我们不会去排。啊，你先查一下。我们只有三只而已。我再过来了，我的钱。哎，等一下，过头了，27个就够了。梦幻来，给我照一下，照一下。
给我照相，给我照相。好，哎，好，你应该从从这边拿哎。你看他没有他要遮那个 QR code。起源敲醒。好，好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帮你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帮我投酒，帮我投酒。哎，那个莫汉，等一下，那个公布结果的时候，等一下。啊，不要动了，好，不要动了哈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。因为他那时候第一次开红卡，140几张，太多，没跑，又排，你在哪里？在那个先生的后面。啊。1、2、3、4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不要，我不要。我也是这样子。我是马德奥。27号。好，先充这个。下礼拜四。这种刚啊，这个最大。哇，天哪！光。有喽！爆了！哇，蓝光，糟糕！四星，三星，对啊。换了吗？这咋还做？我在喝水。蓝光，很小心吧？所以才会脱下来。不晓得啊，不一定啊。也有刚从那爬到最后一张。你看你哪天少一点？对啊。你哪天少一点？他说是啊，啊你哪注意节制，注意节制。你做外高的东西啊，你看啊都超难看。我一只叉，快跑球到一样结果了。我傻眼，我六百六块，结果跌五六啊，跌五啊，阿彪都买了吧？结果跑给你们搞，你猜啊？我说两块钱，我说哦，你笑我，我说多少多少点？这叫人家跑到，还好是完全没问题。全部跟他买。对啊，因为我工资也比较高啊。我规定的，你到底要搞哪个店？包台就在。我说。我说没关系，我说我刚发给你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个。哎呀，蓝光，糟糕！哇，左转。又好，再转一次。好。你就慢慢丢啊。嗯。他说丢再丢是吧？嗯。好吧。哇，蓝光就没有。坏了。
哦，蓝光。真的是多一块吧，我们真的是多一块，看到出来啊，三块，金到数国，有机会，啊，蓝光等下爆出来，你就不能踩刹车了。哎，然后蓝光。踩刹车不要头那么快。好，随便你啊，看你的节奏。第一分都是很慢。你这个方一直都是这个头型吗？好，蓝光。机会哦，哦，又是蓝光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样子哦。耶。真的。上的快头，走了。太好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好。